人类从出生以来每天都必须仰赖水分，然而在全球，水的纯净度因为环境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存在。台湾有一位企业家梁振雄，自创品牌推出碱性机能净水器，秉持善尽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营理念，也创造其企业价值。我们来测试它的一个过滤混浊的能力，我们把这一杯土整个都倒进去，这是被混浊的土，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过滤能力，能够把所有的脏污、混浊、泥土、铁锈过滤得一干二净。结合国际水处理大厂十余年合作研制的经验，机体及水管材质过滤能力都经过 NSF、SGS 等相关认证，有助中和人体酸性体质，成为日常生活追求健康饮水的一大选择。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连锁咖啡的供应商，他在非洲的马拉威跟伊索皮亚都有跟当地的一个农民合作种植咖啡树，生产咖啡豆。那这一次机会，我们有一次谈到我们如何想帮助那非洲的那些农民，我们发现他们饮水水源污染得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计划在大概十月，我们会捐赠一批我们的一个净水器到非洲的马拉威，然后会给他们当地的一个政府，希望他们能够改善当地的一个饮水。当我遇到梁董的时候，我跟他提出非洲捐助水源计划的这个活动以后，竟然他非常热烈的回应我们，甚至愿意跟我们前往伊索比亚，把这样的好的水带给伊索比亚，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水、阳光、空气是生命三大要素，其中水资源更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如何去除水中污染物、农药及重金属，又能保留水中矿物质，将水质转化成为适合人体饮用的微碱性机能水，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追求这种经济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提供给国民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障。梁总经理原本从事电子业，但他褪下人人羡慕的光环，选择自创品牌，推出康森碱性机能净水器，其水质呈微碱性 ，pH 值 8.5 到 9.5 之间，可直接生饮，非常适合人体饮用。康森碱性机能水还具有还原负电位离子，有效消除自由基，在产品设计上更以先进的数位技术监视滤芯功效及寿命，当滤芯饱和失效时，会及时以闪烁红光及警报声警示，不会让老旧的滤芯变成细菌的温床。自推出以来，在国外市场获得极佳的评价，产品投保2000万产品责任险及提供30天满意保证。随着市场逐渐拓展，将让更多人以平价的奢华享有健康的生活。最大特色就是我们把先进的这种数位电子流量计把它砍入到我们的一个净水器里面，当这个滤芯寿命饱和的时候，它会发出红光，而且它会发出警示声 BB 来通知你，这个水已经滤芯已经饱和，这水已经不太安全了，你不能再饮用。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除此之外，台湾人所饮用的自来水最大问题出现在氯的本身，加氯可以去除对人体有害的大肠杆菌，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氯被人体喝下所累积的种种问题。自来水中的氯虽然可以杀菌，但是长久累积于体内会产生病变。日常生活中，我们用自来水清洗食物、水果，氯也会被吸附进入体内。康森碱性机能净水器经 SGS 检测，能有效去除自来水中的氯。一般台湾的自来水在加入酸碱测试液，它呈现绿色，代表中性。可是加了酒，慢慢呈现出黄色，变成了酸性物质。加入过滤出来的水，最后变成最适合人体的微碱性。这杯正是朱克蒙梦寐以求的水，因为从事咖啡的人，除了咖啡，水质也很重要。我们发觉咖啡的香味非常的复杂，
那么自从我找了这个水以后，我突然发现它能够把咖啡的香味给分层出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最近最爱喝的一支咖啡豆竟然可以飘出木质跟甘蔗的香味，在其他水的身上我竟然没有发现，所以我觉得我爱死这个水。所以它的一个过滤的一个效果，我们经过 SGS 的一个测试报告，包括氯啊、有机化合物啊、包括铅啊、重金属，这些的过滤效率都非常高，能够达到95%、99%以上。梁振雄转换跑道，自创品牌，期许用最优质的水质提供大家日常生活饮用水的最佳选择，也希望未来不但能在国内打出一片天，将来随着市场拓展，让台湾品牌在国际发光发热。